无缘的来嘛，一切事都是有缘的，就是有因果的。那你那个问题，有个问题就是说，什么是重那个双音啊？就是那个双音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听得懂吗？比方说，这辈子应该你还债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。比方说，你上辈子欠人家的，你比方说你上辈子骂了这个人，这辈子被人家骂了，你非但没有去受他的骂，你而且你再骂还他，你就是重双音了。哦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啊，就比方说你这个孩子不是我们说很多孩子都讨债鬼吗？对，对不对？那孩子本来要债来了，你非但你没有对孩子好，你没有还孩子的债，你还要骂他打他，你还要怎么样？那就中双音了。这个双音中下来之后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这孩子就离你而去了，就不理你了。你听得懂吗？哦，这不就双音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师傅跟你们经常讲了一句话，叫什么？叫吃亏就是便宜嘛。做人就要懂得吃亏嘛。一个不懂得吃亏的人，永远占不到便宜的。另外一个问题，当一个人能够自己在受苦的时候，实际上就在消业障，你明白吗？